主料，鲈鱼5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、芹菜、姜丝、蒜瓣、辣椒、花椒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把鲈鱼去鳞，去掉内脏洗净，下适量的盐腌制下。我码的鱼比较大，所以切成两半。姜丝、辣椒末、花椒待用，煎锅放一点油，烧热，油热后先爆姜丝、辣椒末、花椒憋出香味，然后再把鱼放入油锅煎制，时间不到就翻脸，所以煎得不大好看。加入开水大火烧，烧至5分钟左右，加入葱段、芹菜段、香菜末，等汤汁微微收浓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，煎鱼的时候一定要耐心，小火慢慢煎，鱼的卖相才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